每个人的人脸呢构造的确是不一样。那关于这块的部分呢，我们有的叫苹果肌，对，有的叫婴儿肥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就看你是哪一个阶段。碰上肥当然就不好，你的肌当然是比较好。好，最怕就是说被大家称为说啊，你肉饼脸啊，大饼脸啊之类的，那好伤心哦。最为忌讳。好，在这边呢有两张照片，也是不同的两个人啊。来，院长来告诉我们一下，这两个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？我们看到一个人脸比较圆润一点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她不漂亮，其实也很漂亮。那这个是尖尖的，哎呦，好像网美现在最流行这样。对啊，好流行。其实最主要是现在的话，应该说叫四个字的哈，这里有写无字天书的哈，各领风骚，各领风骚。对，每个人的因为各自不一样，你到底你要林青霞还是钟楚红漂亮哈，都各自可以。对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整个看起来都是他自己很协调。他自己很协调，对，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他正好在谈恋爱，所以必须特别美，然后他是在职场上，他必须要把他做得更像网红一样，更像自己，所以每个人这样做，那他两位都没有经过开刀，没有开刀，注射吗？完全以注射的，像这个这个脸小是打针出来的，脸好小哦，好，而且他这个打没有打肉毒杆菌。他没有打肉毒杆菌，那打的是这个是打，他是打那个微整形的啊，微整形这也是打出来的，下巴也是，这也是打出来的，这也是打出来的，是打出来的哈，打出来看起来真的蛮自然的。这个错了，这个没有打，他是打在太阳穴，太阳穴把它填补满了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所以现在的这种科技要解决这个，等于说你花20年的老化，那我们现在大概花十分钟来解决你的困扰，可以抢救。那么最主要就是说，如何做到很美的这个情形？最好第一个是你的优点，我们把它点亮。比如说鼻子不要太低，对，然后再来是法令的问题不要凹，对，甚至不要有所谓的木偶纹。等于说这中间的立体是先优先的，一样的一个美感的话，都是这个地方都很好哈。然后纹路少一点，对，这个都要好一点。对，那这样的话是因个人的所谓的刚刚讲的各领风骚哦，所以选择上可以先测试，了解，用生理实验水测试，所以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尖尖的这样子嘛哈，这样子也蛮美的，也不一定要尖尖的，因为它这个画面有一点点是类似网络上的这个修图了，有修图，本人应该没有那么尖的，应该是像这样的话比较有一点比较像蛮自然的，比较顺配，对，因为这我有看过本人，是真的蛮漂亮的，对，好，所以这个是苹果肌的问题，好，苹果肌的问题结束了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院长提到的纹路，纹路其实是每个人最困扰的，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年纪大概到了30多、40多、50多，脸上不同的纹路就跑出来了，一开始都是鱼尾纹啊，笑的这种小，你不笑的时候没出来笑的时候跑出来，之后你不笑他也在了，永远在。然后之后不知不觉你会发现，如果你有参加同学会的话，大概40多岁的同学法令纹就出来了。对，我就觉得我的法令纹好像快来找我了，一点点。不是快来找你，他已经是不是已经在你家了。你们一定要说实话吧，已经在你脸上住了颇一段时间。怎么这样？对，所以我们都要特别注意。我也发现我不笑的时候，法令纹都还在了。以前没有啊，以前大概5年、10年之前是没有的。真的。看起来好像也是住很久的，我突然一阵沉默，这样大家都不想相信。好，互揭穿吧。两位来宾，你们担心你们的法令纹吗？因为法令纹是年纪的克星呐。当然，我担心啊，我20岁就有了，20岁就有啊。对，20岁就有，都一直到现在。然后我觉得应该有越来越深的倾向吧，那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。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说，好像有法令纹，好像也还好，也还好。不过我觉得艳丽大家是看习惯，所以有法令纹没法令纹，我觉得大概不会有差，因为你的 image 就是那样。对，那个林玲姐，我3个8字纹都有了。3个8字纹都有。对呀、啊，要不是靠院长妙手回春，这边的靠林。个嘴叠加了，这样子，对，对呀、啊，这个纹那个纹就出来了，所以那这个我们化妆品弄得掉吗？斑可以，但是这个纹没有办法，纹没有办法，纹你一插上去，然后两条线就更明显，会一定要想办法对付它。没错，我们小时候画图啊，画老人家都是都要画两条，都是要画两条，对，木偶纹看不出来。这个法令纹的话哈，在这个面相学好像这个叫龙须啊。龙须啦，所以代表讲话有没有人在听你的？
分量。哎，对，这个龙须不能够歪掉。歪掉的话，像当时马先生要出门的时候，还要请那个护卫拿那个网子，有没有？就是因为他的法令纹歪掉了。哦，这样子。啊，另外这个法令纹也不可以断掉。断掉的话，这个讲话一样没有那个。那杨老师，你是建议我们法令纹要留着？其实法令纹最好是这样，我们在讲话或者在笑的时候显现，但是没有在讲话的时候，说完全没有法令纹，这样子最好的。哦，没有讲。了解了。嗯，所以在运势上面，如果要有法令纹，要对称，是不是？嗯，要对称，不要断掉，不要断掉，不要歪掉，不要歪掉。它也是中间的那个概念。对，也是中间概念。那另外在面相学上，就不要直接捅到口里面。哦，不要这样子，其实就会好像有点木偶纹了啦。没错。好，那在这个美容医学里面，杨院长来告诉我们哈，我们通常有三个八字纹哈，第一个叫做印第安纹。哦，这个不是我们特别做那个哈，就真的是有印第安纹在。对，然后之后法令纹也有墨纹出现的情况比较晚一点了，但是也会跑出来。皮肤比较薄的人比较早点出现，嗯，皮肤比较薄的人哈，嗯，等于说这个软，然后这个硬，嗯，所以两个对比起来，那至于刚刚杨老师讲的，就是说如果这个连贯起来，我们就好像一个挂号，对，挂号越大，左刮胡右刮胡，你离人群的距离就会越远。啊，看起来比较严肃啊。对，看起来比较严肃。嗯，所以现在变成说，我们这个以中间来讲哈，我们把它点掉好了。好，这个中间如果立体的话，看起来是比较年轻。对，尤其你鼻子高，颧骨就相对比较不会大。嗯，那这里至于说这个地方泪沟、法令跟墨纹这三个纹路，我们通常会把它称为三个八字纹。三个八字纹，正好哈，它是一个往下45度。对，45度。嗯，45度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把它上扬的话，基本上是假设我们颧骨太好，我们把它化掉，就是往下45度。嗯，我们把它往上45度，往上45度，往上45度，颈部往上45度。嗯，那这个叫做涨停板。哦，对，是涨停板，全部往上，这个往上涨停板。所以我们的脸也要涨停板，一定要向上提升，向上提升。所以说真正的年轻是45度。对，然后人家说女生一生都在挑战地心引力，是说对啊，因为你的度越来越往下。嗯，那现在就是说科技上解决它来讲吼，不会很难。这个地方来治疗的话，你可以用一些所谓的填补的方式，好，我们把它去掉。那填补的时候吼，你把它填在这个点。哦哦哦，填在这个点，关键点，填在这个关键点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这三个点是关键点。嗯，木纹不是全部都要填。你只要，不是这样注射打打打打打这样子，不用不用，那个是很 low 的那个做法。我们只要把嘴角这个，因为我拿自己实验哦，我拿自己用打针，用开刀打针打了5次，开刀开了2次哦，结果发现都不对。你只要这个点嘴角给它上扬的时候，我们的嘴角本来变宽的，我们就直接把它往上调。对，这个时间是什么？72小时。72小时，你只要打对一个位置的话，72小时里，你的嘴角一定是向上拉提。嗯嗯，好，像拉提，所以说现在要解决这三个八字纹困难不？那我们如果要找杨院长报道，是一次打三个点，还是因人而异啊？我只要打这一个点就会好一些，或者打这个点，或者打这个点。就比如说我比较年轻的时候，我没有印第安纹啊，我也没墨纹，我只有法令纹，那只要打一个点吗？还是说要预防这三个点都要一起打？简单的统计里面哈，我们把它去掉哈。一般来讲哈，我最喜欢做的是这个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点是全部的皮肤啊，在这个范围都全部拉到10公分的皮肤全部拉到哦，所以你只要在这个范围你有拉的话，你包括你的泪沟、眼袋哈，还有脸变小，全部都是往中间拉。为什么这个点会脸变小呢？对，好，我们做一个实验，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哦。好，这个是个卫生纸，对，我们只要把中间的地方这样。哦，这就像我们鼻子的中间一样。对，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一拉的话，面积就小了，整个脸就会变小。哦，对，因为往中间拉了，了解，所以是这个原理了哈。嗯，对。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地方拉，整个脸变小，但是现实里面就是这样。如果法令纹真的很深的人，到达墨纹的话，哈，对，通常在50岁以后，我们可以优先处理这个墨纹。这一个，墨纹直接给它嘴角上扬，为什么？经验啊，嘴角直接上扬的时候，你看起来就很快乐。那这个科技其实是真的，现在来讲，你只要花个10分钟，然后做的话，一定要把这个四面八方的嘴角哈，
往中间向上提升，中间向上提升，快乐脸、嗯，了解。那这个注射也是刚刚那些玻尿酸啊、水凝胶这些嘛，玻尿酸、水凝胶这些都可以做，都可以住在这里。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固定器，嗯，那固定器的它一个特点哦，目前比较精致的做法哦，是比较精致的做法来，好，新同来哈。像这样精致的做法，就是假设这个嘴角要把它拉上去，嗯、我们就朝这个嘴。哦，这样子的打，等于说用科技来解决的话，效果会比较明确、嗯。就固定点了、啊。打这个点的时候，嘴角一定当场上扬，就变成就会这样。哦，一定当场上扬。那不笑的时候也上扬吗？不笑的时候一定上扬啊。哦，这样子哦。你上扬的时候，你同学就不会上扬了。每次都这样，好，永远都要陷害同学。都自己上扬这样子。但也没关系，股票当然是自己上扬比较好、啊。对啊，别人要下跌。好，所以这是三个八字纹。换句话说呢，现代美容医学的进步已经一日千里了，这个都可以做解决。我们不要说哎呀困扰好久啊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好，所以这些纹路也是可以这个接受治疗的，来，院长再来告诉我们哈，这个是实际的照片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刚刚说院长有一个关键点，你说最重要的就是这里，找到关键点。对，这个是关键点。对，你找到关键点的话，它十公分，其实十公分有一个标准的哈，十公分的标准它是这样的哈，十公分，要指定十公分哈，什么十公分？十公分的话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凹陷的地方为主。哦，然后你只要这个地方跟卫生纸一样，中间这样一拉，你的皮肤拉过来，然后眼袋这个地方会拉过来，脸颊地方会拉过来，会拉到十公分。所以我们在中轴线这个位置，只要一填好的话，你的脸就不会变宽。欣彤的脸很小哎、欸，是不是十五公分呐、啊？他五公分就拉到了、欸，他脸好小，十公分都到这了。他这个皮肤都拉过来了，拉过来了。哦，往这中间。对，但是以欣彤来讲，你看哦，你现在的脸是很精致，你看。对。但是相对的哈、哦，相对的就是它这个比例上、哦。这个肉集中在这里是没有它好，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位置往上提一点，你并不是在这个地方做，你真正要做是藏在头发里面把这个地方做上来。哦，每个人其实不太一样，不一样，你看这样的比例上就特别漂亮，嗯，这脸的弧度就出来了啦。这个就往上45度，刚刚讲45度向上提升，所以我知道金鸡年你要做这个，对吧？过完年我们再看你就不一样了，说哎、欸、怎么大家都变胖了，还好这次年假休10天啊，对，然后记得要坐两边，不要坐这一边，坐两边，好，所以欣彤10分钟哦，哈，十分钟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哈，好、啊、所以这个是院长，这个是做了以后，那做了之后，哇、哦、这样真的这脸型漂亮、啊、看起来是真的是蛮漂亮的哈、哦、这个是凹陷的部分哈，那这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图片嘛哈，对，这是前，这个是后，对不对哈，看起来都整到，那它也是有这个关键点嘛，也是动到关键点，它那个一定把那个凹的地方填起来以后才有办法 hold 住，还有这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对啊，对，变美了。好，这个真的是前后哈，前后是有蛮大的差别的。嗯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巴，下巴院长来告诉我们一下啊，那下巴是不是也是用填补的呢？那下巴的关键点又在哪里？下巴哦，我们首先不要有这个横纹路，对，不要有一横，不要这个纹路。有的是折痕，对，然后最好是嘴角的地方能够微微的上扬，上扬，对对，像这个折痕，哦，那如果折痕不要折痕，你看变成这样的话，会比较年轻，有没有？看起来，对，哦，这是前后，对，前后，哇，不同人呐。我们打这个针的地方是位置是从这外侧进到这里来，下巴尖了呢，下巴都尖起来，然后嘴角也上扬了，对，封一个好的下巴哈，好顺眼。所谓的那个下巴是代表晚运的原因，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，就是。如果你是下巴太短，嗯、然后你眸纹太深，你将来就是年龄大的时候会感觉皱纹太多，对，很多有一点比较沉闷。所以如果说下巴比较丰实的人哈，比较好的人呢，感觉未来会一直维持年轻。那院长，所以下巴，比如说像下巴比较短，它不是垫下巴，我们以前都说垫下巴，不是，它是打注射，然后把它拉起来。现在用微整形就可以 了你。你要做个下巴微整形就可以了。哦、你只要花个10分钟。千万不要用硬的东西哦，这个用软的就好了，用软的就好了。以前呢、啊，以前很多古早的明星去做下巴，都垫东西嘛，就每个垫的都觉得很怪，很像巫婆，有没有？等到老了之后，这里就怪怪的。对，他后来要拿出来。那个是以前的当年美女受伤有点可怜了、啊。对，美女受伤有点可怜，可是现在美女受伤要解救同胞怎么解救？你知道吗？怎么？我们假设他有一个细胶在这里的话，对，我们把细胶这个凸的地方直接把它拉到凹的地方。哦，拉上去，
把凸的地方拉到凹的地方，甚至把脂肪我们把它去掉好了哈。好，假设像这个地方比较凹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脂肪的这一块呢，把它转移挤过来，然后它再挤上来，挤到这个凹的地方。挤挤挤，哦，这样就可以。所以现在要改变的话，就是以前的细胶要把它转过来，我们就把它往上挪就好了。下面这个，你看它下巴很短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怎么会变这样？所以它把它延长的话，就是这个地方把它挺出来。这一点把它挺出来，挺出来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地方把它挺出来，这样下巴就要延长了，就延长。那如果垂的部位，我们就往上拉，上拉，这样那就往上立体，这样就对，哇，差很多哎，对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美容医学进步还是有办法，这个下巴至少你看我们下巴的这个方法，已经跟古代不太一样，就越来越进步了，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自然，越来越安全。